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出去玩，是奥兰多跟迈阿密。Life vests are either in a compartment beneath or adjacent to your seat. To use, remove the vest from its container by pulling on the tab and then opening the pouch. Slip the vest over your head, wrap the strap around your waist, and...我刚看外面的一下几度，好像我们就是待在机场里面。然后呢，我们现在来吃这个里面的拉面。它这边点餐超酷，它每个桌子都有一个平板，然后就可以直接在这里点，就是说没有什么负荷。然后点完之后，直接在这个平板上面结账，然后直接在桌子旁边就可以刷卡，都不用走到柜台，超方便的。然后点了一个。拉面看起来蛮好吃的，我们现在准备转机起飞。我们现在准备起飞去 Orlando， 到了就是晚上的10:30，奥兰多晚上10:30。你往前一点，跟我脸好吗？好，奥兰多见，拜拜。准备坐计程车去住的地方。大家早安，我们现在准备，现在是早上9:30，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环球影城。好，好亮，我们现在到了，大家过安检，超多人的。进来啦！We survived, man. How high? How high? 我们现在来玩变形金刚的。Heavy sustained attack. They appear to be after the Allspark fragment. General Marshall. General Marshall. Is that you, Stalker? Yeah, it's me.我们进来哈利波特了，哇，太漂亮了，这边超级大的。If you run off one more time, I'm gonna get you. I'm right next to you.Michael. So what's this one like? 我们刚才玩完的哈利波特的超好玩，现在要坐那个火车，好像是买一日双元的票才能坐到火车去另外一个园。Just a regular train station.
没叫飞车，很好玩，是死机的那种，就会有水又那个热热的感觉。然后我们现在要坐那个火车去另外一个园，Islands of Adventure。就冒险的比较多一点，过山车多一点。老没去过，但他排队坐火车。你开心吗？开心。期待吗 ？Yes。棒。Fear of a name only increases the fear of the thing itself. Voldemort is only as powerful as we may. Remember, never give an inch to the children.最想玩那个《阿凡达》，我刚刚看要等240分钟。看啥电影？对，迪士尼见。到了 Animal Kingdom 了，准备入场。我们进来了，里面好大哦，天梯很跳，超多人。Came because of a miscommunication when English speakers learned about them.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alone. After about 13 to 15 years, they live mainly solitary or form loose bachelor groups to hang out in. Thank you.
重的。阿凡达的，这是去年新盖的。Need everyone to shout sound nice and loud. Here we go.What is that? That's from Venom, right? Is that a symbiote? Oh my god, that's pretty cool though. What is it? Oh,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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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做完阿凡达，哇，真是太爽了，太爽，跟真的一样，真的像飞起来一样，太刺激了。你觉得自己一个人坐在一个很像机车的上面，小小的机车，就是电影里面那条龙。对对对，就是我们就变成 Avatar， 超级真实，真的很像飞，然后还有各种会有水啊喷到你脸上之类的。哇，很像真的，然后真的很像你从上往下俯冲的感觉，哇！然后那个整个画面都跟《阿凡达》里面的那个星球一样，超美的。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想再玩一次，可是要排三个小时。超美，有机会一定要来玩，各位。我们现在来 Dino Land 去玩恐龙的。希望和《阿凡达》一样。对，但是阿凡达应该还是最好玩的。现在来玩恐龙的，啊，看不到。就去排队，就是其实11点才去，
不知道会不会等超久，很怕很多设施都玩不了。OK 啦，我们现在等公车是 Magic Kingdom， 哇，人超多的。好黑哦！我奶奶家遇到怪物了！天哪！我进去了，好可怕哦！哈哈哈哈哈！去！好黑啊！哦！为什么我们倒过来了？啊？为什么？为什么你有两百分？一万五百分，他还2400，哈哈。为什么？我好厉害啊！去！我转不过去，去！哦，原来这可以转 ，OK。动太多了啊！不会没了，拜巴斯方面，拜白痴，结果我又输了。不好。在 Magical Kingdom， Magic Kingdom 是 Magic Kingdom。 然后刚刚10点的时候看的那个烟火城堡的烟火超级漂亮的，感觉很贵，感觉很壮观，超喜欢，跟人超多，因为今天是圣诞节，耶诞夜吗？
圣诞节前夜，对，平安夜了，平安，对对，平安夜了，所以人超多的，我觉得很值得再来玩一次，一定要看烟花，太漂亮了，然后一定要来，有来奥兰多迪士尼的一定要去 Animal Kingdom 的阿凡达，排三个小时也值得，一定要去 ，OK， 答应我 ，OK。OK， 下次再来。好，那我们准备回家洗澡。我们明天要去迈阿密。再见。